我感觉很兴奋，因为我看到一辆很漂亮然后又很高贵的车，对，然后里面的 accessory 什么东西我都很喜欢。当我第一次驾车的时候是我在新年之前拿到这个 car key， 然后呢我就是要回 hometown， 所以当我第一次驾的时候呢，我是跑 highway， 它的 speed 非常之好，然后呢很 comfortable， 每一天就是去做工，然后在我孩子上学放学我都会用到它，然后我的孩子也很喜欢这辆车，因为就是蛮舒服的，然后他们可以享受到更好的这个生活品质。肯定是凯伦讲的那个哦，因为真的是compare 了外面的其他的这些车款呢，这个车款呢是令我最满意的。之前呢我的车呢是PROTON X70 来的，当然PROTON X70 呢我也很满意，虽然我差不多用了整二十年的车，但是我都觉得很满意，因为呢它的价钱，它里面的 accessory 还有它的这些皮啊，它的音响啊，包括还有其他的那些宁静度啊都蛮好。甚至我很多朋友呢，是不是其实真的是很多朋友啊，他们看过了我驾了这辆车过后呢都会买 PROTON X70 我身为马来西亚人民，我很自豪马来西亚能够有出产一款这样高贵然后这样大方价钱又能够符合大众要求的汽车，这个是让我感到非常高兴的。 PROTON X70 Intelligence that inspires